你现在什么身份？学生谈什么恋爱？我明天就送你出国。到了那边，乔叔叔和乔俊会帮你安排好一切。抓紧时间收拾东西，司机会送你去机场。你的一切我都安排好了，你没得选。你怎么就离家出走了呢？我错了，我就不应该跟大小姐叫板，我当时应该直接把车抢过来开，我不应该走。你怎么样了？没受伤吧？你在哪里找到他的呀？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助理，我对不起。我有生之年能听到你冷面千金的对不起也是无憾了。行了，你能平安回来就好。可能上辈子我们有什么孽缘，可能我扎过你，这辈子我注定爱你了。不过你还是长了心的啊，臣妾甚是欣慰。你呀，一定要好好对我，嗯，宝宝。你是我的父亲，以后不准再离家出走了。老赵，对不起。你说我们上辈子是不是也是夫妻啊？我是夫，你是妻，所以你这辈子还要给我做饭。你也要好好对我哦。滚！你上辈子可能不是人。我怎么？那我是啥？我的坐骑。所以我上辈子要为你吃饭，这辈子还要为你吃饭。坐骑？嗯。以后不要再离家出走了啊！我没离家出走，我被骗了。被骗了？老周。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我这不是找钱心切吗？之前
有一个被我开除的员工，就是他把我骗到那个荒山野岭的地方。他说是聊什么投资的事情，我才大半夜过去的，结果投资没聊到，他还蓄意报复，把我车胎给炸了。因为下雨，车也陷进去了，手机也没信号，多亏了卓青言。他还扎了你车胎？太危险了，你以后不要再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了。投资的事情你也别担心了，周青言和陆凡带我去见了一个投资大佬。周青言说，你救助基地的事情就是做慈善，等我明天拿到了所有流程，我就去办。老周都替你想好了。原来你晚上不在家，是去做这个了。你们快点休息吧，累了两天了，又淋了雨。你也早点回去好好休息。行了，快去吧，我有陆凡呢。我们也赶紧回去睡觉了，这两天可把我们折腾惨了。我走了，放心吧，老周，有我呢。还有啊，好好照顾娘子。滚。怎么样了你？头发干了吗？那我们上楼吧。好，走吧。把毯子盖好了，别冻着了。走。先上车，过来。朱前说，你救助基地的事情就是做慈善，等我明天拿到了所有流程，我就去办。周青言，起床了。周青言，起床了。周青言，起来。怎么这么疼？发烧了？发烧了吗？怎么又开始转了？难道是因为他生病了？喂，千金怎么了？朱莉，我家体温计在哪儿？你怎么了？昨晚淋雨着凉了？不是我，朱青言。老周发烧了。你家的体温计在楼梯旁边那个转角的抽屉里。千金大小姐，你别看她这个人平常一本正经，特别会照顾人。她生病的时候啊，就是不爱盖被子，你一定给她盖好啊。体温计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自己来。就让他多喝热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多给他煮点姜糖水。你们家应该有姜和可乐，去看看冰箱里还在不在。姜是老周买的，可乐是我买的，没人动的话应该都在。他哪会搞这些啊？千金啊，你就在家等着，帮周星言量个体温。
姜糖水婶囚徒房来了，让他给熬。那也行，倩倩，你一定帮我照顾好我们家老周啊。姜糖水。千金，我去，这大小姐是跟厨房干了一仗，这是？不是说了等我们来吗？来，把这个喝了。陆凡说你生病了。得喝这个，这是你做的？我应该是这个样子吧，我也是第一次做，网上说这个特别简单，一看就会，一做就废。谢谢。我来。老周啊！看不到。你干嘛呢？好点了吗？有点热。不行，你现在不能着凉，盖好。来，石家大房周先生。请您品鉴，谢谢陆凡。不行，我来。你把手放进去，给我。手。哦。我去开门，我自己来吧。不行，来，谁点外卖啊？啊，我点的，我不会做，我给他点的粥。谢谢。药先放着凉一凉，我们先把饭吃了，等一下吃完饭再吃药，好不好？手放进去。我有验啊，来，老周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你是发烧，你不是断臂。千金，你要不要也吃点东西啊？不用。对啊，老周，你自己吃。要不你也吃点吧。不用，来。哎，朱莉，家里有吸管吗？应该有，我找找啊。多吃点，你有没有感觉？吃的好的快，怪怪的，怪，太怪了。石千金这么温柔，周静雅竟然接受了。石千金在照顾人，周金言在被照顾。老陈，他俩一定不正常。他俩昨晚，不会吧？好喝吗？
熟。来。哎，干嘛？嗯，来，咱不喂了啊，走。哎，干嘛呀？周鑫还没吃药呢。哎呦，你等会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什么呀？那儿，就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哎，自己喝，装什么残疾人啊？干嘛？嗯，我脸上有东西？干什么呀你？说，昨天晚上我们走后，你干什么了？洗澡睡觉啊？怎么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跟他一起？有啊有啊。什么？真的？那你感觉怎么样啊？禽兽！这才认识几天啊？前两天还想逃跑呢啊？这就睡在一起了？什么呀？哎呀，不是，因为你，我会注意到现在还周青言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们两个睡在一起，不是合约规定的吗？他睡他的床，我睡我的床。昨天我洗完澡出来，他都已经睡着了。中间还隔着一个帘，你没看见啊？没有啊。那你今天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怎么还这么问你啊？你喜欢周青言？我没有，因为这个。可能是我昨天晚上救了他。他对我心怀歉意，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？这块倒计时的手表，本来周青言待在我身边暂停的好好的，结果他今天一生病，突然又开始倒转了。嗯，青金，你怎么还在说什么手表什么倒计时的？你看看，这哪有什么手表啊？那你呢？你这个史前钢铁大巨石，你不知道反抗啊？我反抗有用吗？我之前接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感冒啊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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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啊喜欢史前金？这怎么可能？喜欢就喜欢，你照顾他我又不说你。哎呀，怎么还跟我搞上什么玄学了呢？哎呀，不是啊。那你脸红什么呀？我有吗？我喜欢？不可能！老周啊，你没经历过，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情有可原。这样，你今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突然心跳加速的感觉？嗯，脑子里突然会想起他的样子。行了，确认了。人家女孩都那么主动了，你不能给点回应啊。哎，我突然想到我医院好像还有事儿。亲爱的，你还要弄那个慈善证明资料是吧？我看老周这儿也没有什么事儿，要不然我们先走吧。好。千金，那你也在家好好休息。喝点姜糖水，预防感冒哈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啊！大小姐，我们家老周就托付给你了。走吧。走。我再去帮你弄点姜糖水啊。来这儿干嘛？陪你逛街啊。
不行，现在哪有时间逛街啊？我要准备回公司给青青准备材料，快走吧。哎，你现在回公司准备材料，他那个三叔肯定阻拦你啊。就算你进去了，你办事肯定也受阻碍的。还不如趁你老板被迫放假，你快休息休息吧，好不好？等他们走了之后，我再送你回去。有道理。走，女神，约会去。喜欢吗？我给你买啊。这种有仪式感的东西要情侣一起戴啊。我们不就是情侣吗？还差一点。还差一点。哦，走，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你帮我去拍照吧，好久没有拍美美的照片了。拍哪儿呢？我给你拍。走。朱莉，啊，好，稍等。时间到了。哦。我看看吧。啊，好。退烧了，怎么样？你还难受吗？我已经好了，我不难受。你要不要睡一下呀？我已经休息好了，不用了。你要不要出去走走？好啊，好啊，出去走走，出去走走。那我们收拾一下吧。嗯，好。我来。说什么？我说今天天气不错。啊，是啊，
很舒服。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好点？我挺好的，发个烧而已嘛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嗯，那个，昨天晚上谢谢你啊，还有慈善证明。没事的，就是你以后不要再自己一个人出去了，这要是万一……别，没有万一，反正以后我都会陪着你，绝对不会这种事。你看着流星坠落到深海，我在拼命找它的存在，会覆盖任务超载，我的话被海浪掩盖被推开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对不起啊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咱们走吧。好啊。你先走吧。啊？你先走。哦。你确定大三叔走了？放心吧，混了这么多年，一两个内应还是有的。刚给我发的微信。嗯，好，那我把东西先拿回去，你结束了告诉我，我来接你。嗯，速战速决。去吧。千金啊，啊！你看我海城的日落吧。没看过，我只看过办公室里的日落，车窗里的日落。这个时间我通常不是在加班，就是在去应酬的路上。那你喜欢日出还是喜欢日落？嗯，日出。为什么？嗯，因为日出是希望，太阳升起就是新的工作要开始了。那你呢？嗯，我喜欢日落。日落？嗯。为什么呀？日落不是代表结束吗？这么丧的吗？因为日落代表着回家。小的时候，太阳下山，爸爸就会回家。现在太阳下山，陆凡就会回家。以后太阳下山，应该也会有个人在等我回家吧。这个时间段，街上行色匆忙的人都在回家，是最温暖、最有爱的。相爱的人紧紧抱在一起，期盼着第二天的日出。但是日出的希望，从日落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拉链掉了。到了吗？善意的谎言，善意谎言。女神宝贝，我没法去接你了，医院临时有个急事儿。让我出趟外诊，这样，我给你发个定位，要不你来接我？
我帮你扣上吧。我想对你说，你说，我想上厕所，我快憋不住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走得快一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想什么呢，石千金？不然你还期待他说什么呢？你病刚好，别做饭了，我叫厨师来弄吧。没事的，我都快弄好了，很快的。那我来弄。啊？哎，你还是歇着吧，你别再伤着自己了。上午那碗汤就是我煮的，虽然弄洒了，我来。你真不用，你去坐着吧，我很快就弄好了，真的不用，我来就行，我来，真的没事。我去拿创可贴，你等一下。也不大呀，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我血小板低，从小的毛病了，受了伤不容易止住血。没事的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什么没事？这血都止不住了。谢谢。好了。你干嘛啊？做饭啊，你肯定饿了吧？不行，你手都成那样了还做饭。我来。你哪会做饭？你教我呗。都不是这么拿的，都应该你用。风在夜幕前靠岸。一只手。用这只手，这样，这只手拿着刀，这只手摁着菜，慢慢的往下一压。小夏，哎，小心点，碰到手。你心多柔软。你是人间璀璨，胜过宇宙浩瀚。平静的深海也掀起波澜。你犹如星一盏，让雨雾都消散。不愿世间抱有缺憾。你是人间璀璨，胜过宇宙浩瀚。是世界上最好的期盼。杜鹃，日日夜夜的想念，指引我走向前。我的世界因为你而。像影子追逐光，又远了，自不疲，没有早已不
世界最亮的星。